由婚姻科技大厦文化资产黑手机帮的文化三海关键讨会今年已经进入第15年，会长邀请管护文化处长到了市场参加。所以我想文化资产这个研究系所的山海关这个论文研讨会，那是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那我们期待这样的一个文化资产研究所所举办的这样的一个学术活动能够持续举办下去，能够持续对云林县的文化资产甚至全台湾的文化资产提出他的相当的贡献。今年文化资产研讨会以三通大海为主题，多年来透过各界共同参与，地下事件就方面有专心的发展，尤其发表论文的数量比往年增加真多。那我们从全国去征集所有的论文来参与我们的这样的研讨，那今年是以三通大海为主题。那三通大海目的就是在谈我们台湾的各个文化资产，从有形到无形，甚至于遗址。文化资产范围真宽，这届特别邀请布袋戏国宝黄海岱、孙啊黄文龙带来布袋戏的演出，以及介绍传统技艺文化价值。我黄家班优点在倒位，我若讲汉文有够棒，尤其要演戏，唔是单讲我会晓搬戏，会晓做剧情，演戏者爱有一个职业道德。无形中一种社交功能，教人唔好做歹，尽忠尽孝，忠义这上重要嘛。咱做人啥物，人情义理，会晓重情重义，这最重要。主办单位期待透过这场研讨会，除了提升文化资产学术研究水准，并且培育更加侪文化资产的人才。记者黄宏坤采访报道。